让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？在相对的视线里，才发现什么是缘。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，把你的情记在心里，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？在相对的视线里，才发现什么是暖。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，我们彼此都保护好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从此不再受伤害，我的梦不再徘徊，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好贵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，今天是7月23号，距离我的生日 party 7月30号就一个星期就到了，希望大家记得到时参加我的 party 哦。7月30号，恭候你的光临。有两位朋友呢，我因为没有电话呢，所以在此我邀请多一次，一位是林生，林大哥，好早之前你就俾翻嗰啲飞钱俾我啦。咁咧，我而家又冇你电话，通知唔到你。咁希望你咧睇到呢个视频咧，到时参加我啲 party 啦。7月30号晚喜相逢，新屯门中心嗰度喜相逢酒楼啦。仲有一位咧系郑生。郑大哥，因为你之前都有讲过，如果你得闲呢都一定会捧场的，我都冇你电话，咁通知唔到你，咁呢在此呢我都邀请你多一次，7月30号晚希望见到你，希望你嚟参加我哋生日 party， 希望你嚟捧场啦，嚟玩咯，开心咯，听歌咯，都希望大家记得，一定嚟啊！我哋7月30号晚不见不散，多谢大家，多谢你哋捧场，多谢你哋俾面，都多谢嗰位姊妹先，冇你哋支持，我都唔敢办呢个 party 嘅，讲真，所以咧。多谢你哋，多谢大家，我哋7月30号晚不见不散。